在 apply 这些观念到我们的婚姻生活、感情生活里面，真不真是先反求诸己，对不对？杂音与否，那是看你中间怎么导演，怎么变化。你说这个里面有太多的难题，你老师你大概搞不清楚吧？我这里面一缸子，你就那么简单讲两句，你以为你这样就可以覆盖过去了？这么容易啊？人间的这个视野，果然是如同你所想，真的是很复杂，而且也不容易化解。这是真的，是在人世间来看是这样子，所以我才说，你人力没有那么全部搞定的时候，你要靠谁？靠天嘛！你不要永远相信你人力厉害，那你就永远就是陷在那个死胡同，你永远出不来，然后下辈子还能不能当禅还不知道，多可惜，对不对？永远相信天地的爱，是不是？配合着你自身的感恩，在他的爱的世界共振里，把你的爱的共振能量调到最高点，然后流入在全每天的生活，到全社会、全世界，可以吧？目标大一点，对不对？你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爱，你自己共振，跟太阳振一下不见了，然后你反过头来怀疑，究竟有没有爱？你究竟你这个东西是真是假？我也共振啊，我也在想啊，我也在做啊，那我怎么没有感觉到呢？我的问题没解决呢？这一套是不是一派胡言？当你这么一想的时候，你要小心，你这么一个念头一起的时候，旁边的魔界啊，不要讲那么可怕，旁边的风，他就闻到你的味道，就会给你诸多鼓励。他说：“对，你想的对，没那么厉害，没那么厉害，没厉害，你没有守住，就下去，就这么快。”你说你有一天被另外一个势力给 control 了，谁要可怜你？自己可怜自己吧。为什么？你原来有江山，你为什么失守？是因为你没有到位嘛，对不对？因为自己的戏码可能有100套，结果你学到第20套，后面还没学，所以词穷了，你知道吧？然后你就否定了，后面还有80套，那谁的损失？自己损失嘛。那你为什么要早做判断呢？智慧不足。那你一看到这个问题在这里的时候，你不赶快往回走吗？那你在干嘛？消耗生命，是不是？浪费灵命，就这样子。那你在等什么？你就等着负能量全然进来 control 你啊。不是正就是负啊，没有在中间灰色地带，没有的。要么就是好人，要么就是坏人，没有什么又好又坏。你说有啊？我看他一下好一下坏啊，那绝对是坏。那好的是装的。你说你那么肯定？肯定？不要说我讲的，你去看是不是这么回事？你就长时间的去观察，就是这样子。世界上的事，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。所以你说这个一对一的 consultation， 我遇到的人，你说哎，他这么大问题你怎么不救他？不是我不救他，是他自己不要救。那我也没有办法施力啊，对不对？你说真的吗？事情很容易救啊，你怎么会不救？错。当他把一些门关起来的时候，那就是无解。无解的时候，你再大力量也没用，对吧？那叫做空窗期，对吧？音响虽美，是吧？声音虽好，他把这个耳朵全塞满棉花，听不到，你音响也没用，就这样子。好，所以从今天开始，
你一定要懂得保护你自己。而保护你自己，谁都没有一定的免疫力。记得哦，你不要常认为说，哎呀，老修行人了，你这真的是太小看我们了。咔嚓一下就会有境界来，然后那一刻开始就开始昏了，后面是什么不知道。所以修行这个就叫做如履薄冰啊，别想那么美好，哪一天什么日子来了还不知道。